介绍一下这个 YF-23， 当年和 F-22 竞争之后落败的一架飞机。这架飞机也是特别的科幻，反正网站是这么说，就是说用了太多黑科技了，怕会造不出来，然后就没有被美国空军选用。它这个 V 型尾翼也是我第一次在那种战斗机上看到，一般战斗机上都是很标准的机翼、平尾、垂尾，这个把垂尾和平尾整合到一起去了 V 型尾翼。 V 型尾翼一般在航母上见的比较多，但是真的战斗机是这是第一架我看到有的。然后这架飞机也是之前那个我买那家 B2 的那个厂家的，虽然说那个厂家做的飞机细节还可以，但是质量都不怎么样。这架的话稍微好一点了，它这个有收放起落架，而且它这个收放起落架的轮子是带刹车的，是吧？刹，第一次见这种小涵道上面配的刹车。然后这个飞机的动力是自己配的，应该推动比也特别高。我试一下动力来，哇，爆炸，全是灰，推动比过一，好猛，动力好大。这个油门在70%。推重比就过一了，刚好到一，剩下还有30%的动力，但飞起来会特别的暴躁。检查一下，副翼右左右左，正常，拉杆、推杆，这个方向舵的 V 尾没开，就是前轮有个方向，还有襟翼，试一下，全开、半开，可以，不开吧，这个襟翼先不开。它这个襟翼靠重心太远了，我感觉一开襟翼会低头，先让正常来，因为动力很大，飞是肯定没问题。跑一下，可以，还是很直的。再试一下刹车，可以，效果很好。走吧，走吧，梭哈，哎呀，残盖。风向这边，来吧，好，走。我操，轮子是不是掉了？我操，好快呀，头应该重了一点点，拉杆拉了好多才起来，头好重。主要都差不多了，这动力好大，速度特别快，油门小一点，油门小一点。起落架关闭，好奇怪啊，这个飞机，它转弯的时候好容易失速，不能转太大，要好小好小的弯转。来了，低空空铲。哎，这超低空还是很帅的，再来一下，好，来了，来，看能不能飞动作，要捉了，警翼关闭，加油，拉起，可以，我靠。试一下降落航线，低空通铲，右转，降落降落，我准备降落，起落架开启，对准跑道，哎哎哎，怎么掉了？哇操，这个飞机飞的呀，真的是惊心胆战。对，胆战心惊，不是惊心胆战，胆战心惊。我都说的语无伦次了。我操，这个牛逼的飞机，这个掉了。啊，这个都开了。不要给它上这个减速的了，直接卸掉去，然后上一个正常轮胎。这个也掉了，差一点点，开还能开。哎呀，卸下来，好了，飞不了了，这架飞机。我发现这种。垂尾很大的战斗机，它都是有点那种，就是它一拐弯的时候，转弯半径不能特别大，一大的话，它就头就下去了，好快的速度，就感觉失速了一样。
然后这个飞机好重，然后这速度特别快，刚刚也是开着金翼这样的，速度巨快，好吧，今天这次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我是布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，回去修飞机，每次都是回去修飞机。